今天来到台州现场安装一台大卫的重型龙门 MCM 系列，这个立柱很结实啊，小导轨保持的也是非常完美啊，清洗一下估计也非常的亮堂。双工位的工作台交换，中间是一个液压马达传动，重型的横梁很憨厚啊，很结实，这工艺是拿捏的很稳呐、啊，除了点锈迹，这香港导轨上非常的光滑呀。这个床身里面有点脏啊，必须让它是且见光泽，且见本色呀。小导轨，香港导轨配合滚动单元，系统方面多多少少有点旧了 ，OSP5020 的系统。后续带老铁们了解安装细节，没点关注的帮点个关注。